You make me feel special. 세상이 아무리 날 주저앉혀도 아프고 아픈 말들이 날 질러도 네가 있어 난 다시 웃어. That's what you do. How can I feel special? 아무것도 아닌 존재였다가도 사라져도 우릴 사랑했다가도 Never ever 네 목소리에 I feel love. I feel so special.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楠楠。 好久好久没有给大家出这个男女团的榜，然后呢，今天呢就把我们这个私信收到第二多次 TWICE 的蜡脸给安排上了，真的哈哈，实在是长得一点也不像，就是它跟秀智的那个不像长有点像，所以呢，我要拿出我们美妆博主的保命金句仿妆不仿人这句话来给大家演示一段我们的仿妆视频。妆其实是一个偏紫调的小烟熏妆容，眼妆在眼头和眼尾的部分加上一点点棕色的小烟熏，在眼中的部分呢点亮了一点紫色的这个珠光，整体的这个妆效呢我是特别的舞台，日常还是可以化的，就看你走什么风格了。今天的这个造型真的非常华丽哈，我没有找到那个同款的首饰，就找了差不多的，感觉到了就可以了。还有一半的时候给我可以看看说长得像艾丽的仿妆，我懒惰。如果说你对这个娜脸的仿妆感兴趣的话，加上一下看吧。 Hello，我这张垃圾的脸又给大家say hi了。那涂个防晒，哎，可，哎，我好像最近我又买了一些防晒，但是我不记得我放哪儿。今天的光是不是很亮很亮？然后我要涂一个妆前乳，好久没有拿这个管了，德菲的紫苏隔离。先用这个资生堂的一个很强的遮瑕膏，用色号是 S100。 取一点在手背上，先遮一下我痘印。这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颜色，但是我觉得做遮瑕挺好，深才能遮得住。耶，那遮一下我的黑眼圈，用的是这个 3Honey， 因为我要把我的眼睛这边遮得比较干净一点，因为等会儿画的是这种小烟熏的妆容嘛，所以很怕眼周很脏。我这个黑眼圈占半个眼睛。 发现我状态很奇怪哦，最近早睡了一点点嘛，因为我的双眼皮特别双，就可能原来是3点水，现在变成1点半水，然后再上一层。这个我昨天上午觉得有一些浮粉哎 ，glossy， 准备还是拿那个 NARS 的 vanilla， 我在这边作为一个泪沟的提亮，反正早上的光稍微要比下午好一点，暖一点。我觉得我这个光线都是那种阴森阴森的白色，难看。我遮了一下我的黑眼圈，这里还有一条泪沟。现在我们要开始画底妆了，今天底妆用的是这个粉底球 F400， 用的是这个MAC191的粉底刷。这个粉底液它这个就是它比较浓啊，就不是延展性不是那么薄，我会用到一个毛戈平的。 它这个粉扑是不用进水，进水没有任何的用处，就喷一点，喷雾就可以用的这个空姐喷。很赞，会比我皮肤的颜色深一点点。你别看上刷油漆好像感觉粉很厚，其实它这个粉底刷就是把你的粉底变成薄薄的一层，所以不会很厚，然后那个比你平时用手上还要薄。脸皮的话也要均匀一下肤色。 好，这样看起来已经尽量去遮瑕了，会好很多，是不是？本身娜脸它的面妆很短，所以很可爱嘛，这边像苹果一样，所以我要再拿一个这种浅色的粉底液，这个是迪奥的林恩的色号，会比刚刚我的红地球要浅，然后我会再拿一把这种小的粉底刷上在。然后它的额头很饱满，我额头这边有一块凹下去的线。 就天生长这样，然后我要把它提亮一下，额头马上就蓬起来。它的鼻梁这里很宽，所以要把它画宽，画下面。然后接下来我用一下修容膏，那是这个 D N Z N 的修容膏，色号是 First Day 365天 第1天约会。所以为什么这个颜色很黑暗吗？第一次约会，然后我们可以拿这一块干去，因为娜脸的脸型呢是这种有一点点胖胖的圆脸，所以它这一块是没有这样。 所以你这一块要给它修进去，这修容膏贼自然。看我这边凹进去了吗？然后它下巴没有很长，就比较短一点的下巴，所以我们把这边可以带一点点修容，然后我们在额头两边这样带一下，初步的一个脸部修饰完成。然后可以看一下娜脸这次的眉形是这样的，一个粗粗短短的眉毛。那我们现在画这个眉毛。 眉膏，我今晚上要重新去纹眉毛，就是之前纹的有点淡，就导致我素颜的时候很丑，我觉得有点不习惯。它这个眉头这边是这种粗粗的。
要修掉鼻子，因为鼻子这边很影响眼距嘛，所以我要先把鼻子画出来之后，再根据鼻子的这个距离，然后再来画眼睛。那脸的鼻子还蛮宽的，就是鼻梁很宽，就跟他的眉头是连在一起的。晕染一下 ，OK， 然后另外一边。我今天用到的眼影粉是有遮有领，我现在开始画眼妆了。这次那莲的眼妆呢，就是在她的 MV 截图里面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眼妆，我这边贴个图片吧。但实际上她呢在后台拍的照片给你们看一下，我有去看，她其实是一个小烟熏的一个妆容，她是用棕色，然后在眼中拿了点遮瑕膏遮出了一点点亮片色，然后她的卧蚕是全条基本上是画出来的，因为我怀疑那莲她那个素颜的时候她是有一点点小肿眼的那种感觉，所以她的卧蚕需要每次着重去画，就是这么一个烟熏眼妆，是基本上是一个全包眼线，所以呢我希望我不要画得特别成熟。开始吧，今天用到的这个眼影盘是这个 NYX 的一个12色的盘，然后它的色号是 USP08， 我们先用这个颜色进行一个打底，这样的一个暖的米棕色。注意哦，我们的眼睛千万不要拉长，拉长的话就比较成熟，小范围的往上画圆形，然后再带一下下眼睑，然后会拿这个右上角的这个深棕色来进行一个小烟熏的晕染，这个颜色我希望它会好晕染一点，手都画不出来了。这边在疯狂的晕染，我刚刚已经晕染了5分钟了，这个颜色有一些些难晕啊，说实话啊它有一点点难晕，然后我也把它画下来，然后它的下眼角和上眼角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我们这边会连着它的卧蚕这边画一道。然后呢我们在我们的这边这个地方，本来我想加点遮瑕膏，但是发现它好像已经很白了，还是加点吧，加一点点遮瑕膏在自己的眼中，然后再加一点这个颜色，这个搞错了，这个颜色很牛，这个紫色的，因为它这次的眼妆中间是偏紫。那我现在扎一下睫毛，然后戴一下假睫毛，然后我们再来用眼线调整一下眼型。这个是植村秀的，这是黑色的眼线胶笔。我在眼中这边画的粗一点，眼中这边粗一点的话，就会显得眼睛这边会圆一点。然后画到眼头，因为我这样子其实眼距已经蛮近了，所以我不要再开眼头了，会不是很自然。啊，这个是我的话贴的假睫毛，棕色的 Uni。我要调整眼型了，向下拉不是向外拉。我拿出我的遮瑕膏，然后画出它这个独特的卧蚕，一大条。我把这边的眼线画一下。现在的话插一个美瞳，然后现在戴好美瞳了，然后我现在要加一个这个 NARS 的 Earthshine 这个颜色在我的眼头区域，这个颜色是个非常非常漂亮的颜色，这个眼影大家看一下，看不出来拉倒，一点点就够了。因为那莲本身的脸嘛非常蓬啊，就是在它的这边都很蓬，所以呢我们的话加上一些粉状的高光，所以我们现在先定个妆吧，定妆。用到的它是这个 Fenty Beauty， 高光呢是这个资生堂的啊 PA07， 对，这个网红产品，看我的铁皮上面还有不知名的假睫毛，一定要扔掉。这把刷子匀了之后呢，咱们这边为止，额头，鼻梁，眉骨带一点点。唇形创作开始，试了一些颜色，感觉这个颜色比较像，但是我准备拿这个颜色做打底。就是我，你知道吗？我笑起来这两个括号真的是很难，每次我仿妆时候的 bug 就是这两个括号，你看，无语。一枝南南，你有今天，你画了半天唇妆根本就没有录进去，哈，无语。最后那莲她的这个眉毛这里有一颗痣，好像有一颗小小的痣。
to you because you make me feel special. 然后把我其他的遮给遮了。这个纳莲仿妆的话就到这里就结束了，之后还想如果想要看什么妆面的话可以给我私信或者是评论啊，我搓搓手把这个仿妆这个事情给营业起来了。虽然很不像，但是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如果说你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记得多多给我互动，然后 B 站的朋友不要忘记键三连哦。那我是楠楠，我们下次再见吧。